在管子里面填树枝的目的是让水流比较顺畅，比较不容易积水。哦，那你如果是树枝啦，或是泥炭土啦，都不方便的时候哈，你也可以将这个纸板哈，这个卡通纸箱，厚的纸箱啊，剪成一些条状的哈，啊，把它放在底部当一个衬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填充这个泥炭土。那泥炭土呢，我们就填这个大概七八分满就好了哈，因为等一下你还要再种植物哈，填太多的时候就种植物就比较不方便。好，当你填充泥炭土完成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来覆盖我们这个保护罩啊。那这一次这个保护罩呢，我们是用这个瓦楞纸做的一个保护罩啊，这个就是为了防止水管的因为曝晒的因素哈，造成水管温度上升。那我们现在来把这个保护罩把它盖上去。就是说，如果植物呢，它的叶子碰到旁边的话，比较不会烫伤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要帮我们的这个挂上这个悬吊系统。从旁边算来第三个洞哈，
好，那我们悬吊系统这样就挂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将我们的植物哈，把它种上去了。啊，这个植物。纸板就每一季再换就好了。怎么样？纸板的烂掉再换掉。好，那我们很快的哈，就把这个蔬菜种好了。好，那种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拿去把它挂起来啊，到时候再用水稍微把它冲洗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挂上去了哈，挂上去我们就可以这样站着冲比较方便。啊，水不要调太强了哈。那洗干净比较好看。那当你在洗这个的时候呢，啊，等于也是说。把这个纸板把它浇湿嘛哈，浇湿的话，它这个温度比较不容易上升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致上就完成了。好，那我们。现在有一个就是用纸板啊当这个防护的啊，那另外有一个就是用这个铝箔纸啊当一个防护的啊，那我们两个都种在旁边啊类似的地方，那我们就来看说这两者之间的哪一个会比较好啊，我想等大概。一两个礼拜以后就可以看出真章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种植管的一个保护方法。那谢谢各位观赏，再见喽。